是，我一口人，无安稳吼。贵妇，我是贵妇呀。啊，过几过几年？对，那个都是穷人的蛋白质，我们穷过，我们知道。黄花庆大师的雕塑展呐，吼，这种免费的，哦，这东西，啊，提供给我们全国的乡亲一个心灵啊精神最好的飨宴，啊，这也让咱看到伊的作品呐，吼，与看到这荷花系列的作品，会让你心灵沉浸，啊，会让你啊心灵得到平静，哦，啊，这是不简单，哦，所以希望大家啊过年吃鱼吃肉。嘛，爱有精神的享受吼，精神的飨宴吼，所以咱彰化市啊，市公所，咱彰化三百啊，古城新生的系列活动，除了啊，有这个吊歌仔灯、万人的歌仔灯、艺术家的歌仔灯啊、名人的歌仔灯，咱伫天公所啊，这天公祭天呐，张天师来拜天公啊吼，啊，咱阁有更加上重啊。然后一个艺术展呐吼，咱国宝级的艺术大师黄妈庆，在咱彰化艺术馆办一个啊木雕展，欢迎大家来参观。匠勤补拙啊，爱你匠勤补拙，意思就是讲，咱人就是爱勤，爱力行去执着去做一件代志。啊，我讲，吼，咱普通这个展览，咱有展诶六十二件，二月初三到三月初七。即欢迎大家来参观指吼指教。所以过年就是爱食食春秋啊，是啥物？就是爱拢爱有一些物件。啊，但是我感觉艺术就是咧生活，伫咧生活迄个当中去吼诶，把它呈现一寡无同款的一个效果出来。我这小。汤。对，那个都是穷人的蛋白质。我们穷过，我们知道。嗯。大师朋友穷过。